彰化县政府行销推广彰化在地优先农特产品，12日上午在彰化果菜市场举办106年度彰化农特产品促销嘉年华活动，现场准备彰化优先水果免费试吃，并提供优惠价格，鼓励民众多多消费彰化在地优先农特产品，共同集人气、拼买气、尝优先、做爱心、得大奖。最主要就是要来给咱彰化县增加出名这个果菜吼，会加知名度来给拍响起来。啊，彰化县真正出名的葡萄、芭乐，啊是讲火龙果、火龙果，啊是讲吼这个白药等等这果菜啊吼，拢特地讲咱这乡亲时代偏向时代来给叫卖。啊，今仔日透过这个促销活动吼，啊，咱大家来这食免惊，咱果菜市场准备足侪种的这水果，予咱这乡亲时代来食免惊吼。目前正是多样彰化水果的产期，现场准备柑橘、芭乐、葡萄、香蕉等多样当季在地的彰化优先水果，让民众试吃吃不惊。彰化各社区大学及团体也带来精彩表演，现场热闹滚滚。水果促销哈，行销咱彰化县高品质的水果，啊来行销咱来全世界，哈咱所有彰化县民。诶，农民啊，吼，还收益啊，吼，增加。彰化县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县市，吼，啊，咱生产的水果，吼，拢非常的多，吼，种类真多，啊，嘛拢非常的品质非常好，非常的甜，吼，啊，咱包括讲葡萄也好，芭乐，吼，香蕉，吼，啊，这个火龙果，啊，搁有这白柚啊，吼，啊，等等，吼，真正是拢品质很好，啊，口碑嘛真好。彰化县产水果种类繁多，欢迎消费者多多采购，用味觉品尝彰化县物产丰饶的风味，体验彰化县丰富多元的风土人情。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。